好别着急，慢点。你这个球位置太高，让它低一点，对，低一点。为啥你不喜欢高啊？就是你正好不高，正好这个位置比较低，你球才能滑出来。等球一会儿，让它落下来。都不要手伸平。左手，左手伸平，对，一个球，一个球，传一个球，回拍快点，往下压，往前，拍压着拍往前回。别往下压，别往下扣啊！顶住，用那大劲儿，用那大力气。画斜线，画直线，都一个动作啊！啊，来斜线，然后啊，画起来，啊，就直线。对角是吧？他对角。他对角在这儿。顶住。落到案子上。好，抛起来点，再抛起来点。球抛起来点。哎，你发力不对，不能拍啊！别往下拍。拍往前挥，往前往上挥，特别往前往上挥。现在练的是动作，不用发力，一发力有时就变形了，知道了吗？
别录了。我录的 4K 的。你爸看你的进步。我告诉你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再看看啊。我小时候也练过乒乓球。我再给你录的 4K 的，你知道吗？再过几个月之后再录一次，你看看感觉一下你的进步，你就知道了。嗯。你爸录呗。来劲了。轻一点，轻一点，不用太轻，就是把肚子挥起来就行，不用发力啊。刚才是打篮球，你能力就行。不要完全，不要下劲啊，趴着直接挥起来，轻一点往底挥啊。拿着别动，我过去一下，把我也入入劲儿，手别打到尽头了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应该化化妆？你搓的在这儿呢，搓的。行吧，你这你这么说，你打的个数越多，手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对，不能生讲嘛，你打的好了，你慢慢你手感可以能力就差了。你现在不要发力，光挥动作，把动作挥到位，咱打的个数越多越好。上礼拜礼拜五晚上，那个樱桃那个啊，对，樱桃创了个记录，给我打了401个。那可是401个。你看你跟他打的是时间也差不多的俩，他俩可能前后脚啊，所以说打这个单球也认真啊，对，加油的，注意集中，你得高度集中，对啊，盯住球，判断好了球最弱点的，他必须得准确，要是走偏球了，啊，防住啊，你再注意点。啊，你这真拖的，我觉得真拖的，知道吧？啊，每个动作都挥一下，把动作挥做到位啊。像你打多球似的，你多球挥拍你打挥的和这和那一样，不过就是不使劲儿，别使大力的啊，让它柔和一点，知道吗？挥起来，慢慢挥起来。手上扯了衣服吗？啊？怎么打呀？这要扯了衣服吗？要那样吗？没事儿，他就练练他那。掉腕儿，掉点腕儿，嗯。啊，高一点。啊，注意集中。
外边的。对呀。啊！手是打出音的。啊，用力出去了。动好这个手腕啊，手腕不能动，不能松，不能有这个动作，不能有上下啊，不能有上下的，不能上下的动作，控制一下手腕才能保持不变啊。脚掌重心你压在脚掌上，不能压在整个脚上，你动才能快才能轻点啊。你要整个压在脚上，你的动作就费劲了，顺步就费劲了。压在你的整个脚掌上，或者边是虚的，你这么动作快才能快，懂了吗？记住啊，你要是盯住这球，球过来稍微大一点，你就能拿进去。动脚啊，就刚才这种情况是动脚的啊。小碎步，脚尖儿，啊，动脚，小动起来，动作力量一定要均匀，使劲不能。用力要匀，每个球动作和力量都要一样的。你发的力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那球线路一会儿长一会儿短，回去那球线路它也是一会儿长一会儿短，你就调节的你就不能调节，你一会儿就失误了。所以说用力一定要匀，动作要一致，每个动作都要它一样，打的就多了，知道了吗？一个动作，一种力量。